嗨，大家好呀，我是范范。那今天呢，继续是大天使科普系列啊。如果说大家呢想要去预约做这个通灵感应，来看看你的守护天使是谁，并且他们带给你当下一些什么样的讯息的话呢，是可以预约我的。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位大天使呢，是叫约菲尔。然后从这三张卡牌上也可以看到，是一个非常温柔美丽的一位大天使啊。那在做科普之前呢，我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在心底默默念诵，或者读出声来都可以啊。亲爱的大天使约菲尔，感谢你协助我美化我的意念与人生啊。这个就是去连接大天使约菲尔一个简短的祈祷词啊。在我们科普之前一起来念诵这一句祈祷词的话，是更有利于你去深度的了解大天使约菲尔的一种能量感，一种啊掌管的各个方面啊，会更加的深刻。那约菲尔呢，他的名字的意义就是神的美。刚刚也说到了啊，通过这个卡牌的形象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大天使。那约菲尔在冒名狄奥尼修斯的《天阶序论》中啊，对西元五世纪影响基督神学甚深的这个著作中呢，被列名为七位主要的大天使之一。据说这一部作品呢，它启发了多马斯对九品天使的一个描述啊。约菲尔呢，他是美的天使，散发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女性的能量啊，他负责让美感去注入到生活中的所有领域，包括了意志方面，它是协助你对个人的生命关系与际遇保持乐观，情感上呢，是让你的内心充满感恩与愉悦的温馨感受。在居家与办公场所中呢，它可以协助你去减少凌乱，打造一个有益的工作和放松的环境。那在个人层面呢，它是去指导你如何去呵护自我，包含你个人的一些装扮啊，因为它是一个美的天使啊。那大天使约菲尔呢，能协助你将负面的一个意识形态迅速的转为正面。就假如要去化解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误会，你也可以向他去祈求。那约菲尔将美注入你生命的方式是包罗万象的啊，可以包含你的头发的造型啊，你的化妆，甚至你的服饰的搭配等等。那人们呢，有时候是不敢麻烦天使去处理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就害怕自己的要求使他们从更紧要的这种任务中撤离出来。但如果说啊，就像我之前几个视频所说的了，天使他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光临，能够同时去扶助无数的人们跟状况，所以他们希望能够深度参与到我们生活中，不管是琐碎还是重大的事物啊，他们都能够协助我们随时的保持平静。那举例来说呢，就是当凯尔他被安排上了电视去宣传他的书的时候呢，他的姐妹啊莱莎问他打算怎么样去打扮自己啊，那凯尔就告诉他自己毫无头绪。那莱莎因为要去上节目啊，仅仅寥寥的几个小时的时间了，而凯尔呢还没选出上场的衣服，就显得有些忧心忡忡。那凯尔向他的姐妹保证，大天使约菲尔正在着手为他搭配。那他以往也曾协助这个凯尔去制装啊，甚至去打扮呢、啊。那接着凯尔就请了大天使约菲尔去指导他去挑选他的衣服跟服装。定妆的时候呢，又再次的请求了这一位大天使。凯尔在瞬间放松的时候呢，他的脑海中浮现了一件灰色的短袖衬衣啊。当他穿上的时候，发现真是非常的好看，并且完美的衬托出他以这种坐的姿态去接受访问的体态。那如同凯尔一样啊，就是这个我也曾经这个我。那如同凯尔一样，朵琳·福丘也曾经去请约菲尔为他去挑选带领工作坊的衣服。假如呢，你担心美化或者是采购对神圣的大天使而言过于的琐碎而且微不足道，要记得
约菲尔与其他天使正在执行神在地球上的和平计划，只要能够带给我们平静，他们都会因为帮上忙而感到荣幸啊。这个玛利亚呢，他就过去的经验发现，大天使约菲尔是一位绝佳的购物伙伴，就是千万不要去藐视这位天使承担的这个重大责任啊。不管你如何时希望自己去美化自己的人生，比如说去选赏心悦目的衣服、家具，或者是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去呼唤大天使约菲尔。那玛利亚呢，她在寻找一条紫色的围巾、毛衣和一双黑色的平底巴黎舞鞋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呢，她的运气是比较欠佳的，尤其是这双芭蕾舞鞋让玛利亚非常苦恼，因为她所到之处合脚的尺寸啊总是销售完了，销售一空了。那个时候呢，她就想起了约菲尔这一位美丽的大天使，能够协助她去找到经济实惠的服装。于是呢，玛利亚就提醒大天使约菲尔引导自己来到这些品项的所在位置，他就立刻接受到了指示，要他去开往一个鲜少拜访的一个小型的购物中心啊。那当玛利亚发现他之前费尽心思寻找的鞋子跟毛衣不仅有他的尺寸，而且还在打折扣的时候，并没有太多惊讶呀。那玛利亚满怀感激，并且向约菲尔致谢。之后呢，这位大天使引导他来到了一家商店，在那儿的话呢，他找到了两条美丽的紫色围巾，但是他不知道该如何取舍。那一定是约菲尔指派了人间天使前来援助，因为才过了一小会儿啊，这个现场另一位顾客就告诉玛利亚，他手里面的这个亮紫色的围巾会比较出色。那玛利亚对自己的战利品非常满意啊。之后在逛街的时候呢，都被周围的人围着，而且这个颜色被赞美了两次以上，所以说玛利亚她就会默默地说啊，谢谢你，美丽的大天使约菲尔。那约菲尔呢，他还是一个风水天使啊，就这里可以看到的话，他是可以去净化你的空间的。那当你去请求约菲尔协助你美化人生的时候呢，你或许会迫不及待地想要去捐出啊，或者是去转售一些多余的东西。那我带着热情和尊敬的称呼约菲尔为风水天使，因为古代的这个啊，就像我们中国啊这种空间配置的艺术啊，那约菲尔是知道井然有序的一个环境对个人能量状态、心情、睡眠模式甚至健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约菲尔他的光晕是呈这种紫红色的啊，如果你开始看见深粉的红色闪光，或者突然间受到这个颜色的吸引，就表示这位大天使正在你的身旁啊。那约菲尔是提醒我们，美所带来的愉悦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喜乐。那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大天使啊，去召唤大天使约菲尔的一个祈请文。那当你想理清你混乱的思绪呢，或者是经验深度的一个平静的时候呢，是可以大声念出或者是默念我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祈祷词啊。大天使约菲尔，我现在祈请你出现，谢谢你这一路上与我并肩同行，确保我的想法与感觉都保持正向，充满信心，并对准爱的频率，请你协助我持续对自己和他人充满爱与美的想法，释放不必要的判断，并清楚地指引我的每一步都是为了迈向我的神圣使命而行，谢谢你。这时候你就可以去观想这种深粉红光照与启动黄色光束啊。如果说呢，你想要去传授真理与理解给他人的时候呢，或者是渴望记忆或者是整理更多的信息的时候呢，你可以想象自己的全身被深粉红色的这种光晕啊，或者是光弹所包围，并且启动一道黄色的光束从你的头顶上方缓慢的倾泻而下啊。如果说你思路枯竭或者是需要更多流畅的灵感的时候呢，也是可以通过黄光来传输你的心念，请约菲尔前来开启你的心智啊。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分享的一个
怎么样去召唤大天使约菲尔的一个祈醒文。在最近我们这个能量提升营里面啊，因为我会给每一个人去定制一篇关于你的指导灵给你带来的祈祷词，是独一无二的啊，也是符合你当下的一个情况的。那很多小伙伴在拿到这个指导灵给到的这个祈祷词以后呢，基本上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连接感啊，有感到流泪温暖啊，甚至是感觉到这个大天使就在自己身边啊。营的范围它是很广的，有可能是你的守护灵是大天使，有可能你的守护灵是东方的神灵等等，都是有可能的。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是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能量提升营里面，是会得到一篇就是你专属的指导灵给予你的这个祈祷文呢。如果说大家对怎么样去提升自己的能量，怎么样去连接你的这个守护天使啊，感兴趣的话呢，也是可以去我的公众号范塔罗去看呢。就是最近我们的这个能量提升营正在一个滚动报名开营的这样一个模式来进行开展啊。前几期的一个情况呢，我相信大家如果说有关注到我的频道的话呢，也是可以看到以前有很多很多的反馈，就是小伙伴的这个经历呀，包括他的能量啊，正在一个在通过这个能量提升营的一个参与过程中呢，是一步一步的在攀升的。那如果大家有兴趣，也是可以去我的公众号范塔罗去看怎么样去报名的，希望更多的小伙伴加入到这个能量提升营里面，让自己过得更好。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